成本等待回落。成功啦，成功！你唔通讲唔承认咯？你的身份我也已经了解。今天你来到此地，无论如何，我只系背世乞求你，天降祸水，救苦救难，拜托你救你呀、啊！你通安尼先讲，我跟你相同，我命中无死的一生，为什么如何度过？但是，当初我误会。是天上的神仙，这不可能的大事，你唔通骨髓误会。是啦是啦，你是神君，我拢知影哦。拜托你，你大神大道，你若无甲我救命，万众人就会死。神君，我求你加救我啦！Thank you.
那可是讲天公伯爷如此之烦，是要吞我这的歹人，啊，送受阮这的好人，是要如何是好呢？你看到我原形无？为了百姓心痛，还为水落地，这显出我的原形。你要叫我如何处理自己的代志？